拜托拜托哦，拜托拜托了，这不是撒娇，你不要给我蒙混过关哈，求你，买单。救命！你刚说是这个吗？好了好了，算你过了，算你过了，我汗都出来了。所以直播间还是蛮好玩的。哎呀，咱们再来一次。今年都没有这么你要为了你的女生，然后把红包拿过去啊！啊，还要再来一次？要不要再来一次？你们自己花钱吧，这一万块钱可以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我就准备你说这句话，我也不敢跟你来第二次了。